由中华民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经典传承赛，在下下晡伫中华体育馆进行比赛，由未来之星对上黄金时代，现场客满观众来看比赛，显示出中华乡亲对篮球运动的喜爱。一开始比赛，选手入场就充满了戏剧性。由中华民国篮球协会主办的 B Heroes 经典传承赛，在下下晡伫中华馆的体育馆举行。由未来之星对上黄金时代，现场气氛也爆满观众参观比赛。中华馆长魏明国也受邀担任开球嘉宾。魏馆长表示，除了这届比赛，今年三月 SBL 季后赛头一轮赛事也伫中华馆的体育馆举行，同款受到中华乡亲的喜爱。中华馆的体育馆也会当讲是中台湾上好的场地。县政府跟中华民国篮球协会共同举办经典传承赛。那今天呢，很多的乡亲一起来到我们彰化县立体育馆，来一起观赏这么好的一个篮球的赛事。那据我们今年三月啊举行 SBL 季后赛啊，可以说获得乡亲啊对于篮球运动的一个爱好。那我们这个场地啊，也可以说是中台湾最好的一个场地。那我们除了用篮球运动来结合反毒的宣导，我们希望所有的毒品都能够远离校园。那我们也希望借着篮球的运动啊，告诉我们年轻的朋友这个毒品对我们身心的一个不好的危害。那我们也借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赛事，来提升我们县内的篮球运动的水准。彰化县是一个运动的大县，我们今年举办了全国中等学校运动大会，对我们用运动这个方式来行销彰化，让我们彰化县的知名度啊能够提升不少。所以除了这样的以外啊，我们也借着这个体育的活动，邀请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到彰化，一起了解彰化，甚至于希望大家都能够爱上彰化。Be Heroes 经典传承赛结合了台湾篮坛十多年来上华丽顶亮的黄金时代，以及未来国家队上注重的未来之星，呈现上经典嘛充满传承意味的经典球赛。新中华新闻白明林，中华采访报道。